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凯，欢迎收看 AK 灯泡的影片。那看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呢？没错，我在我们工作室的录音间啊、哦，其实是我的衣橱前面。今天我们要拍摄的影片叫做《白海豚 Remix》。因为我们实验中学在这个寒假的一项作业，创作三选一的东西，你可以选择写一个小说哦，这我已经写完了，虽然写得很烂。你也可以选择画漫画，虽然我对我自己的创作是很有信心的，可是因为我看历年来的漫画参赛作品都属于那种写实派的，所以我想说那部分就不要参与。第三个可以做的就是写一首歌，或者是把现成的歌歌词改一改，接着就可以上传的。那我原本就是上传我的白海豚这首歌，但是老师说必须要是未发布的作品，所以我就有一个灵感了，那不如我们就把白海豚的歌词给改一改，然后现在再唱一次，是不是就可以交作业了呢？看成果怎么样吧， Let's go。 你告诉我你报告都做不完，但你有没有想过是你过太慵懒？你告诉我实验才做很烦，但你有没有想过是你手速太慢？照这样的步调，每一天都睡不好，作业如果缺交，这在高中好像也不会怎么样，就接受吧，接受它做不完也没关系，这世界那么烂，就学习把海豚转弯，就接受吧，接受它做不完也没关系，这世界那么难，就学习把海豚转弯。你告诉我进度要力不轻松，但你上课废话那么多我也不懂。你告诉我他们都很失控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你高中也在疯，上课都在睡觉，我想关也关不了，考前才把佛教就等着被我当掉，就接受吧，接受它做不完也没关系，这世界那么烂，就学学把海豚转弯，就接受吧，接受它做不完也没关系，这世界那么烂，就学学把海豚转弯。高中生累得快昏倒，但其实努力不见得好，可是这样就会被骂，没关系，就接受吧，接受它做不完也没关系，这世界那么烂，就学习把海豚转弯，就接受吧，接受它做不完也没关系，这世界那么烂，就学习把海豚转弯。好的，我们都录完了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你也可以去听听原版的《白海豚》，或者是去看一下《白海豚去人生版》，在家练习怎么唱出这首美妙的歌曲。那要这样 ，AK 灯泡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就接受吧，接受它，这不管也没关系。这世界那么烂，就学学白海豚转弯。